哟，我要开技能，所以必须要打他，无所谓了，送存在感，我不亏。怎么火刷到对面去了？稳赚不亏，这波尝试往脸上跑了。然后再摘个种子，这边丢个眼，踩个板子。用命救啊！然后前锋要过来撞，不撞那我告人。然后我再中一颗，然后我再丢个眼。前锋背锅，前锋失误了。他刚才可能是瘫了，他想撞我，撞到我就是赚的，撞到我无伤救人，结果他把撞树上去了。还在贪球，哎，倒没打出去。
他应该不会躲在一个大房里面玩一年吧？那也太无聊了。你耳鸣亮了。哎，你们说你们何必呀？求生欲这么强的吗？早点结束，那多开一把不好吗？反正我这边转点快，我不要紧啊，我随时都能去下一个区域。疯狂刷分，又刷600。这个非要没治愈才抽，简直了！这边脸有点差呀，尸体在往小木屋跑。他到了，到窗户了。前锋，他加速用了，然后这是一个先知，抓磁铁。输了，真的是一点输都不能出啊，不然我就炸了。换人，这个是先知，那有人没修电机，前锋没修电。
球刀了。双刀，你还撞我？你撞我有毛用？你撞我，无能狂怒。丢眼，接着丢，中树，完了，人被偷了。还皮杀人呢，你们不想打就直说嘛，是不是一起送了，咱们都快活，起来起来干啥，你起来倒倒了吧你。谢谢小林的生日守护。又到了沉思的时刻了，谁跑进去了？刚才没看啊，应该前锋魔术。卡一下他。反正加速了，完了，四拳没了。白给，不过我觉得应该能拿一刀，速度快的话。你以为你扛到了我就不抓你了吗？看他秒不秒救，不秒救。不秒救我就丢个眼。
打正对啊，限制下来直接打。直接针对啊，不用管前锋，谁上瘾我就针对死谁。他不敢开球的，他们插一台电机，他们很难受的，插一台没法修。那插的可不是一台啊，这边半天没还不修，欧皇子。我想说来一个欧皇斩，我已经800辈子没看见过欧皇斩长什么样子了。本来想打一股鬼的，但是有祭司井盖子，如果打了个长洞我节奏就崩掉了。佣兵在小木屋，祭司可以抓，带着怀表干嘛不抓，是不是？还敢翻吗？打洞了，死了呀。给你丢个东西，你接着修啊，你加油。今天他们修呢，我就跟着呢，烦不死你。
再丢一个，你接着，你继续。卖掉了。这边在摸人。真就这么快啊？我说怎么来着？飞一样，天哪！Nice， 炸得好！我还要打你一刀气球刀。这边手电机去了，佣兵救，调香修。吐他一口，一刀，这就是节奏。失败了，断你脏；成功了，还是断你脏。失误了。没事，有眼。你翻不过去。有眼，你很慢呢。你也起不来，地窖你也走不了。还蜘蛛插眼，还真的是有奇效啊！就是分给的少。现在蜘蛛是真的没牌面了。都不怕蜘蛛了，放出来打了。老了呀。磁铁。谢谢，哎，送铜刀。就和美滋滋秒倒背锅，闪现都没交。谁来修啊？应该是人皇，人皇是佣兵。
我过去了。无所谓，我要闪现。等我一样的杀他。哎呦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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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，再偷一口。来盖板子，来来来来来，魔术师来，跑什么吗？再狗他一口，狗他一口就跑。哎，跑了，无所谓，狗到就是赚的，狗一口就行了。他还敢救吗？用护臂，五秒 CD， 再见。把挂外面吧，里面有板子，容易被偷。哎，狗他一口，走你！完了，魔术师没修电机啊，他想偷。哇，你这都能空的。他们已经输了呀，赶紧下一局吧。现在一百的丝，用兵来用兵死，先知也不打算过来了，还是用兵救，用护臂五秒 CD， 用不用 ？OK， 五秒，他又死了。这丝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，富的流油。现在看电影就是一个法拉利，直接飞过去。这个人不喜欢提前下板、啊，喜欢玩这个。嗯，再干，不干了。有没有没治愈了？懂事一点啊，快过来！还想盖板子？哦，我看到了希望。哎，无所谓，哎，鬼也一样。约瑟夫已经这么恐怖了吗？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，约瑟夫是有透视。
别问，你们知道就行了，别被修改了。因为上次不是有空姐和那个前锋嘛，然后我发现镜像里面能透视到真人，他不透视镜像，他透视真人，看得一清二楚的。还被散跑了，所以就很菜，给我透视都散跑。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怎么触发的，反正在镜像里面就能看见。我还没教呢，拿着修炼机丢个眼。也可能是约瑟夫最近太强了吧，我反正不知道，我不玩约瑟夫，而且我的约瑟夫也不是什么捡尸的，就闪现打半血的那种。还有个人呢，谁狗的了？哦，黑妹。输了，哎呀，完了，炸了，我输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们这个换挂，你也是二挂呀？还差一台电机啊！先知也就修了，这边是三连，修不开，总之都中了吧，一万个火。来，完了，我又输了，搞什么？估计要去摸人什么东西？
应该教堂中间有人，然后有一个人会往小木屋那边跑。乌鸦飞了，这谁啊？前锋，一般这里面都会是前锋，这个是不变的，好像是啊。那医生可能在那个。哎，火太慢了，速度。OK， 医生在这。哎呀，我又失误了。不亏，我拿到一刀了。跑马拉松啊！秒救，这还拉了不少球的。这是不打算给我二级技能。他不敢撞，那这边我节奏不好。这边是最后一台电机，椅子熄火。完了，我要炸了。应该保平没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，我觉得。Huh?
跑平了。不敢贪，不敢贪，贪了就炸了。在周围转一转，你看这门是开着的，他那就没了。这只要被秒救了，他如果不秒救的话，我这边是能打双火的。他这个秒救的话开不了二级技能，先直扫包，这边应该是空姐。磁铁应该我看见了，我刚才一弹把我耳机麦给弹没了。VIP， 但 VIP 打不了鬼火啊。空姐已经到了吧？其实有爱哭鬼 VIP 不是特别好。你还不带怀表的，会玩啊。你要修不完，这是厄运。
空姐不带怀表的。小木屋有人，一二楼也有。碉堡是误拆了。不着急逛、啊、没火，有了。我好远，再打了一刀，赶紧开个二级技能。稳赚不亏，换人救。哎，他人呢？我靠，人呢？跑这么快啊！换个位置过。
应该又是平局。这边有耳鸣呢。前方没开门啊，他刚才出来了。两个人都是自愈的，慢的一批的。无所谓，我三杀就够了。种子都给了刚刚好。布一下视野，基本上都不敢过来的。这边低调吗？不是啊，那我不需要挂你了。他要下，我要挂他，他下来揍我一下，三层直接走大门。可以，可以留死。黑妹留死他不就走了吗？他只在等等地窖而已，留死他就走了。